弦上的那个技校叫什么名啊？你要干啥？我就想着有机会我去学学呗，技多不压身嘛。你别耍我了行吗？你这都博士毕业了还上啥技校啊？我发现这博士没你的实用啊，你看你修灯修电修水什么都会，技术型人才。你要想学这些不用去技校，我教你就行。真的？先学技术后收费。还收费啊？那陆小西这么多年给了你多少钱呀？是包月啊还是包年啊？提他干啥？我教他是义务的。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不能算是义务，顶多算是奉献。不乐意，不乐意行吗？走都走了，哎呀，人家话都不说。梁龙，你追骆小溪都用过什么招啊？修灯、修水、修电，可是到最后呢，这么多年啥也没换回来。那你就没想过把自己变成一个和他有共同爱好、共同目的的人吗？他那些爱好我也来不了啊。哎呀，你说这走的时候啊。也不说句再见。那人都走了，你还修他干嘛呀？我这不是习惯了吗？丁龙，喜欢和习惯是两回事儿。你是真的喜欢他这个人，还是喜欢追他的这种感觉啊？说白了，你明明知道你们两个不可能，你还是习惯性的追他。不是，你说这些都啥呀？乱糟的呀！我只想最后跟你说一句话：强扭的瓜不甜，自己想想吧。那瓜不甜，我解渴还不行吗？